看鱼人在四楼，我还以为鱼人 AD 呢，咋置换位置了应该？无处可藏。变形，A一下 ，A 一下，爆麻了。一级打小鱼人就学 Q 技能就可以了。 两瓶药了，他已经喝了两瓶药了，两瓶药还是这个血量，三瓶药都磕不满。晋升 AQA，A 一下 ，W 挂 V 弄，蓝月。 轻松拿下，这一波是一个 AQA 一下，他脸上 A 一下，一个 W 挂上，往后拉扯，躲一下伤害，追杀这个感觉。A W 挂上，一个近战 A Q A 死，拉满，好像能杀啊。哼哼，舒服了。这一波先杀这个科列好一点，因为这个科列一会能上嘛。 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男刀拿的皮肤手感好，男刀主播推荐的是三星白啊，手感来说的话，三星白御剑猩红之月前三名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 哇，这补刀有点多啊！我操，这把二杠一杠一刚游走了，现在补刀还有52个刀。
遇见第一，这仅代表个人选了呗，毫无就你喜欢的，你喜欢的那一个就是最好的。勾过去 ，A 一下 ，W 挂上。主播可以说一下主播自己的皮肤排行榜，你们可以借鉴一下。但最喜欢的那个是最好的。我喜欢第一个是三星白，第二御剑，第三猩红之月，第四至尊。第五西部魔影啊。死了呀，兄弟！哎呦，接位移，扔 W 去被动。看错了，我以为那个兵都死了呢。你回家出一个装备出来，直接就可以清兵了。179 180 OK 7分钟71到2杠1杠1 7级一个 W 可以清线，有三种推线方式，一种就是叠攻击力、啊、第二种就是铁丝鞭，第三种是小兵血器。这把我什么都没选，所以我们就叠攻击力就行。哦好，哎，有个头兄弟，蓝 buff 给我。舒服了。嗯，他这没回吗？这血量怎么有点眼熟啊？不要妨碍我。Nice！ 把打下马，剩下交给我。先让我们这个莉莉亚拿到助攻。我能单秒，但是我打了的话他就活不了，他就拿不到助攻了。这一波他，哎呦，死了！我死了，升级了。两滴血，啊，这边也残血，哎呦，我服了。小鱼人，我看到了，我点燃还有一半时间，你们知道吧？然后我看到20滴血，应该是颗烈先把我杀的，然后我死了，他升级了。三星白没有特效，咱们是注重特效还是注重手感，对吧？我们说的是手感啊。你要注重特效的话，对吧？我们那就不是这个说法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来战斗，不用怕，打，我来收尾。漫天飞雨 ，AQ 死，直接救下。六了，不过我可以在这里等，他可能要放野。啊。
这波最多骗他一个大，但我骗大的同时，我的塔镀层应该是要掉，有点危险。享受更多滋味吧。现在我要小心一点，他们上野两个人都不在了。速战速决。好球，绝！我们先不管，先把线出。撞完。这哪能这么打呀？这算下来打三波架了，正常打完一波就得回去补状态了吧？三波架一次加没回啊？有点浪。这里可以吃一波渡城，然后死哥应该在上野区，在这个附近。我这波一个 Q 和一个 R 就可以把他秒了。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打之前甚至已经把这个剧情说出来，这就是我们预测的一个结果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中 miss 去下了，可能我从不妥协。嗯，信号点烂了呀，为什么？高分段太抽象了，兄弟。越点他越上，兄弟，毒打一手叛逆 ，NB， 快跑吧，兄弟，好像不止他一个啊，下路可能有三个、四个。他们活不长。小鱼人往下走。无处可藏。麻了，不好评价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不 easy。 稳住心态，稳住心态，加油加油。这真的是信号点烂了，兄弟。
从不妥协。酸雪886送出的1000个棒棒糖，谢老板送的1000个棒棒糖。速战速决，应该可以蹲到他，但我蓝量不知道够不够，快不够了，够了够了。他预判我翻墙过去，那我们预判他走回去，预判我，我预判了他的预判，哈哈，无处可逃，笨蛋，感谢双球886再次送的100个领主，领主水晶，谢老板送的1000个棒棒糖，谢双球886送出的一个守护之盾，把老板大气走一波，兄弟们。刚才这波发育拉满了，我操，3300回家，回家进货，男刀3150，回家可以买个男刀了。这装备怎么买呢？我从不妥协。等我啊！哎，蓝 buff 要没了。3 2 1吃到，完美。这里其实可以等我一个大，我感觉。两个真意，他们活不长了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Q A W 闪 A 一闪死，谁来救他的？鱼人吗 ？W 一个大招，往前一个 Q A， 我带你磨刀，兄弟 A 一闪 ，W 预判 ，Q A 一闪 ，W W 一下。龙 buff 没了，
没惩戒，没惩戒一句话不说啊！我的话，把队友都骗了。NB 才会为你。就他挨一个 W 挂伤，打了打下马。就挨一个 W 挂伤，要把塔拆了。他中亚了，过来保他一下。救啊！挂的还没好，大补挂伤。中亚没了是吧？等他把 E 放了，他现在没中亚。有个人呢？喂 W 啊！我闪，唱歌死歌，叮！怎么说？小龙团他没哈了，我们避一下，避一下，随便打，兄弟！我操，有眼。他们必输的，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哇，一个大龙头嘞！均流水一气呵成，直接拿下。机器这个皮肤有点好看，它是什么皮肤啊？我没见过，新东西。只有傻瓜。我也要来追我吧，先不要看我血量少，我能杀他的。哦，鱼人在那蹲呢，我操！我说呢，大龙呗。
焦灼，不过等我个闪应该就可以破局了，最好等我个闪，不等我个闪的话很容易输啊。可以闪拉开一个平 A 直接拿下，我是愤怒，操了，想杀我，哦，拿下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